好，另外在北台湾宗教盛事桃园龙德宫四妈祖绕境活动，今天是莅临了彰化县鹿港，现场锣鼓喧天，彩旗飞扬，非常热闹，沿途吸引了上千个信众共享盛举。吸引上千人共襄盛举，各个年龄层的信众都来参与迎妈祖圣驾莅临，场面相当热闹。桃园龙德宫司妈祖十号展开八天七夜绕境活动，十三号来到了鹿港。他走下来会不会觉得很辛苦啊？不会不会，很高兴。这个辛苦中的最大的乐趣就是太高兴的妈祖这样的保佑我们。为了迎接桃园龙德宫司妈祖到达鹿港天后宫，鹿港小镇涌入了从全台各地而来近百间的宫庙，一同沐浴妈祖慈恩。对我们龙德宫特别的礼遇啊，让我们一步一脚印啊，走到我们鹿港天后宫来挂会进香啊，感谢所有宫庙啊的主事者带领所有的团队莅临啊来接驾。跟全台湾也有大概90家宫庙的管委会跟董事会来到这里来接驾我们龙德宫的司妈祖，展现着妈祖信众满满的活力及神采。参与徒步绕境的信众约5000人，只愿将司妈祖负责遍布所踏过的每一寸土地，以祈求灾厄远离。三新闻许淑薇彰化报道。